Hello， 我是 Cherry， 我是一个上班族，平常早起又要化妆，都要牺牲我的睡眠时间，让我觉得真的很困扰。那听说美咖的比较厉害成家棒可以解决我的困扰，让我可以有充分的睡眠时间，又可以美美的上班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吧。这是今天要试的成家棒，这么多支，这样真的能节省时间吗？觉得它的成家棒的那个产品非常厉害，那画上去的话，质地非常的顺，非常的好画，然后也不会太干，也不会太油腻。那它的那个彩妆棒的话，画也非常好推开，可以很均匀的把那个粉底液把它刷顺，那遮瑕效果也非常好，那也真的确实可以非常快速的上完底妆，让我的底妆很完整。那它的那个眼影棒啊、腮红棒跟口红的话，我觉得颜色擦上去都非常的饱和，非常的惊艳，那就有充分的可以达到我的效果，可以快速的化妆，把妆感化得很完整。那在早上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脱水一点，然后用美咖的唇颊棒，很快速的完妆，然后又可以美美的去上班。我觉得这非常适合上班族爱美的 OL 使用。美咖变身成功。MKUP